哇！經過咧兩個回合嘅比賽之後，我哋睇到咧，暫時嚟講就周國峰同埋阿勁咧就稍稍落後嘅。係啦。經過兩個回合嘅比賽之後，肥媽隊果然不負眾望，以116.4分暫時脫穎而出。而吳國敬隊由於之前失分太多，暫時以107.9分稍稍落後。我覺得今天阿麗珊咧成個台上面嘅表現其實幾好睇嘅，無論你嘅造型啦，甚至你喺台上面嘅演出啦。只要你喺個台度帶起到觀眾、聽眾同你一起去感受，咁你就係一個娛樂家。我覺得咧，你唱呢個 style rockabilly 啊，好有 mood， 得好難得嘅。咁今次我覺得你整體上、你感情上咧係進步咗。好靓嘅声，好有潜质嘅歌声。踏入对生命途，难道靠神？呢个世界有两种 performance， 就一好劲嘅，同埋好唔劲，但系两种都可以有机会喺呢个世界度学起咯。今次我听完呢首歌，我会觉得你同只歌以合为一，变成咗一体一样嘢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。感情方面，我觉得你是这么多参赛者里面捉感情捉得最好的一个来的。我记得他在 studio 练的时候，我其实匿埋有眼泪，他真的其实是很心伤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手最重要是可以将这个 message carry 到去。你有我只爱你， You are my superstar。 你听见这颗心的血声。下一集，其余参赛者将会陆续登场，肥妈队可唔可以一直带头呢？吴国敬队又可唔可以扭转劣势呢？最低分嘅两队要淘汰一名队员，到底边两队要接受淘汰嘅命运呢？门派对抗赛第二回，下星期继续激斗。